今天第一次看到淘淘主动坐马桶上面拉屎，因此记录一下。淘淘拉屎了，坐在马桶上面拉屎是不是舒服点呢？比站着舒服。小马桶，你的专属马桶。淘淘坐马桶。对，淘淘坐马桶了。为什么要坐马桶啊，淘淘？我知道吗？淘淘。一边吃着棒棒糖，一边拉屎。先放地上。拉完了吗？没有拉完。哦，没有拉完呢。嗯，专心拉屎，拉的时候要专心，要 focus， 要 concentrate。不能分心哦，拉屎的时候。拉屎就像人生一样，做什么事情都要专心一致，不能开小差。这才能把屎拉完，做事情才能做得顺利。记住爸爸的话。不是公主，不是公主。好了，先记录到这里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观赏。